好，比赛开始。远。好，出。好，三。啊，前几个。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柳承敏啊，都是这种直板打法，但是。快走。调整能力，啊，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会稍稍欠缺一些。连续压住对方的反手。比第一场更加的投入。快短当中找到机会，这样谁比？哦，好球！啊，这个球突然快劈到樊振东的底线，樊振东这个球是把球相当于撅了一下啊，速度很快，给到了正手大角度。控制之后上手，反手拉住。全面的罩住了对手。再回来，最后反手反拉。还是在摆中，也是越来越多融入了这种控制。啊，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们站住了，这样连续发力。环混双和男双当中呢，都是笑到了最后，还是做到了场外指导的位置。一种高质量的强强对抗，其实相持当中也
哇，漂亮！啊，反手的强强对抗当中，率先的抽出直线，技战术，啊，都是看谁能够率先的变对方的直线，或者是能够反手对抗当。质量不高，樊振东反拉。反高球。我们的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，啊，徐晨浩与徐晨浩对决。我们这一阶段啊，你看，接发球直接，又是侧身，啊，给正手的压回反手，再掉正手，追到八平。4-0啊，非常流畅的一场比赛，樊振东战胜对手，进入到男子单打的四强。那么他也与自己的队友。